上回书说到柳芳华一病卧床不起，这500两银子当房的拿回来了。他早不死晚不死，把这500两银子耗了个净光净，分文皆无，柳芳华他不活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躺在这儿啊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上痰了，喊了半天，他爹，他爹，这才把眼睁开，看了看柳河，瞧了瞧自己的老婆，儿啊，爹，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死之后穷人不可复葬，你呀不管怎么说你要孝顺你娘，养活你的娘。孩儿知道咱家里都穷了，穷到什么份上，千千万万别找这群白眼狼。当初一日他跟咱借贷，咱没要过，到了他们死的时候他也欠咱的，咱不要，别找他们。我认得这些人呢，只有一个好人，就是龚梦碧龚叔叔。回不听龚先帝之言，直到如今悔之晚，完了，悔之晚矣啊，说不出来了，咽气了。母子二人放声痛哭，爹，哭了半天呢，怎么办？倒头了，这是大事，家里头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柳河在想啊，怎么把我爹罚上了？我爹临危的时候有遗言，千万别找这群白眼狼，心里有个数。娘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娘，哎，想当初咱们活财神柳家，直到如今你爹死了，朕得拿席卷出去。老天哪，老天哪，怎么叫我们娘呢？哎呀，百感交集，泣不成声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就听见儿啊，听听外边是有人叫门吧，大概是要账。因为柳河过去上面铺里买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没多少钱，人家知道这是刘少爷的，你拿去拿去，一要就多给要点，要个10斤8斤的拿走吧。啊，我记账吧，记账吧，就写瓢底了。知道柳芳华的人不错，油盐酱醋了，有的时候什么钱多钱少的，哎，短不了能给我买个菜什么的，哎，就算欠着下回有钱再给，就怕要账呢。去看看去，哎，房子是当当了房。还没搬家了不是啊，人家不错，我的爹死了怎么再跟人家去借钱？我跟人怎么说的？谁呀？我。哎，柳河沾沾眼泪，把门签子扒开以后，一开门，姑姑，刘老伯，您当房的姓刘的，他刚一抱拳叫声刘老伯，
老仙池，不认识我了？啊，你，公叔叔，怎么了？公叔叔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公孟弼。哼，瞧好朋友来的节骨眼儿，到头了，没辙了，朋友到了。柳和尚放声痛哭，公孟弼赶紧把他扶进去，把门关上了。怎么这么难过啊？公叔叔，爹来了！公叔叔，我爹没有了，坐着，更咽气。呵，走。说话爷儿俩就进去了。一到里院，柳和尚喊呐：“娘啊，娘哎，我公叔叔来了！”啊。听说前面那么哭那么闹呢，谁呀？哎，老太太撩软帘从里间屋走出来，从外间屋门口走进来。公孟弼，老嫂子，老嫂子，哎，他叔叔你来了，快看看吧。来到里间屋一看，屋里头这种凄惨的样子，家徒四壁。柳芳华躺在这儿，盖床铺被窝，去腥去腥一张脸儿，完了。老哥哥呀，嘿嘿，我早来一步还能见你个面儿，咽了气了。你现在还活着，我有八句话问着你，怎么劝你来着？你不听啊？告诉你。这群狼，你说不会冲着你呲牙，呲牙了没有？他叔叔啊，别埋怨了，别埋怨他了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也晚了。念在你们弟兄，当初一日之交，也是你赶上了。你想办法给他买口苞皮菜呀，把他埋了吧。我们母子，老嫂子，何必这样说？柳风华交了一辈子朋友，还有这么公孟弼，我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买口薄皮财，对对，穷人不可富葬。柳财神爷活着时候什么样，这桩白事咱办什么样，我办了。柳河，给你爸办白事，跟我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把你大衣裳穿上，甭穿了，咱孩子不听话呢，穿长袍啊！我跟他有啊！我去，嗨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！您甭管老嫂子，您在家等一会儿吧。走走走走走，穷的连长袍都卖了，领他就出去了。公叔叔，别这样，老悲声悲调的，干嘛这是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！走走走，说话领他出去，先来到寿衣庄。到了寿衣庄一进去，那个寿衣庄掌柜站起来，啊，先生，您来了，请坐。您有事吗？哎，这个买卖就这样，不能进来跟人太合计了。您来了，您买庄稼，死几个？男的死了，女的死了，您给我。您看看什么？不可能那样说。您有事儿吗？问问，看套寿衣，哦，什么样寿衣？男人穿的，啊，上好的啊。这个看了看柳河，谁哪是谁过去了？柳芳华，哎呦，都知道活财神柳家，柳芳华死了，家里穷了。哦，您的贵姓？我姓公，我叫公孟弼。好好好，把订好的寿衣拿出来，光这套寿衣全了都算一块，什么彩礼子、铺金盖银、托金被、海褥的海被、头纸胶纸儿，啊，袍罩靴帽这些都算一块，多少钱？1300两。嚯，这无尽无休啊，聘不尽的闺女，办不尽的年子，办不尽的白事，有多少钱都能往里花。公叔叔。别花这么些钱，
那意思，这么些钱花了，我们还得活着了啊！你甭管了，多少钱？您就给1300好，顺手往怀里面一掏，数数银票。掌柜接过来了，摸心板了哈，1300，整整1300两，说好了给您送哪儿？别的钱我都不管了，哎，您甭管了，刘家，活财神刘家啊，知道知道，横着。完事儿走了，出去了，找杠房，到杠房跟他们一说，怎么来怎么去，哎呦，活财神刘家柳元爷过去了，马上就去，完事儿一块算，床板就去了，去几个人啊？随后到财场，到棺材厂一问，那棺材，上好的棺材，柏木材还要好的，最后看了一口。金丝难挂银沉里儿，足起行当，多少钱就不在话下了。回头看看买白布缝孝服，应有尽有。找棚匠，去搭棚，找茶师傅茶房，到时候来钉钉棚白事。茶师傅来商量商量，找念经的，找吹鼓手，都茶师傅事儿。出去到外边找小道，小道酒席处啊，那时候去吧，啊，安排小道先给你们多少钱说。要多少钱伸手就拿，临完给柳河买衣裳，给老太太买衣裳，说要剪断。办事时候多少钱？250吊，伸手拿出来得千贴250吊，小零不带差的。究竟这公公币身上带多少钱不知道，这堆银票和千贴的给他揣在怀里，他早就鼓了，没看出来。哎，柳河心说，公叔花那么些钱疼得很啊，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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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话他们俩就回去了，说这些东西都派人送到家去，等来到家以后，那棚匠就来了，院里搭棚了，门口撒彩子啊，得起几呀，立方杆呐。随后小灶也来了，都来了啊。棺材来的时候呢，得迎财，那后边得穿上孝，回头马上找茶师傅雇人。顾老妈到这儿来，临时的到这儿来办白事，简短结说吧。想一想应该给谁送礼，给谁送信儿，叫破孝。还有亲戚没有？至近的亲戚就这么一门，乌鸡县黄家始终没有来往。哦，这好办，派茶房那茶师傅单人给他车钱，乌鸡县黄家，啊，到乌鸡县去一趟，180里地去吧，给他去送信儿，那时候准得来人呢，把这茶师傅打发走了。另外，公蒙弟就问问家里边，也就是说柳河跟他母亲，怎么个情况，怎么病的，这个房子怎么当的。这群狼们一个没见，撒铁。想想这群白眼狼叫什么名字，挨个给他们送信儿，告诉他什么时候开掉，到这儿来上灯酒席款待，待客不受礼，白事不受礼，不受，让你们白吃饭，我这上灯酒席让你来看看啊。刘芳华交一地朋友，交了个公文币，我跟你们对对脸儿，你们来这儿来，所谓的应酬就叫你们喝酒吃饭来，公文币跟你们对对脸儿，我看你们的眼球是不是白的，眼睛有没有白圈儿，是白眼狼吗？啊，咱们都见见面。结果就撒铁了，啊，茶房出去各出那么一撒铁。准备酒席多少多少，说要减盐呢，这入殓呢，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，柳河就不在话下，这吹个手哇这响啊，怎么闹，这都不说了。简短截说，这开始的头棚经的时候一开掉去，等着吧，这公公币呢就在门房这儿，也就是说一进门到这地方准备一个账桌，来这儿给你登记，我看那群白眼狼什么样，到了开饭的时候
一个没见。这茶叔还问了：“顾先生，怎么样？咱开一桌嘛？这都准备好了，啊？”大叔们也都来了，和尚、老道的、尼姑的都到了，没来呢。嗯，白吃饭都不来啊？说这白二郎为什么不来啊？嘿，不是不想来，一见他的符文啊，打个灯一瞧，嚯，办这么大白事，他穷了，家里的没什么了。哎，有人就说了，这穿破有底啊，底破不还有钉子吗？人家有底儿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派人打听了，刘芳华家里穷了，任什么没有了。那么这盆白事怎么意思？你知道当初有公孟弼吗？啊，他给办的。哎呦，那咱去不去？口子旁加了欠字，吹了别去，没好，酒不好酒，宴不好宴。哎，因为这个都没见面。可这茶叔一劲儿催呀，这怎么办？卖卖，卖，这开一桌叫卖一桌，卖。给老太太屋里开一桌，几位就一人让他吃，吃不了剩下，啊，给这个，给那个和尚们啊，大叔们，他们开一桌，用不着八个人啊，四人一桌也行，咱那么些个酒席了啊，道爷们、道士啊，道士们那个。可以六人一桌，和尚吃多啊。这个幼生有尼姑啊，他们几个人呢吃一桌，给我这开桌，留着讲胡闹了这他啊，别把都糟践了。好嘞，简短接说，嘿，去无极县的这位，这个无极县黄家跟活财神柳家，他们算儿女的亲家，经过白二郎给定亲之后，始终多少年没来往。可这次去的时间很长，结果这茶房这一天回来了。龚爷长，呵，你才回来啊？就见那茶房脸上的气色不太好，怎么了？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怎么样？跟您说啊，让我去送帖送到了，他可没给赏钱。没给，没给吧？我给。哎，公孟弼的给了赏钱。不够再给几个，好了，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可是这封白事原计划搁七七，过去办白事是这样，七天算一期吗？一共搁七七四十九天，那得说是有钱的、有条件的。他计划搁七七，可是没有多少吊孝的，没有多少送路的，只有街坊邻居这些个买卖铺户到这儿来。这都含着呢，订这么些酒菜。结果怎么办呢？别摆着了，摆着个棺材，家里没有多少孝子，啊，不大热闹。干脆，老太太这样说：“散了，散了，早早的入土为安，花了多少钱呢？他叔叔啊，可别去了。好，那这就算了吧，就这一期完了，简短结束，出这大殡。”拉着半趟街出去，保定府都传遍了，活财神柳芳华死了，家里头一贫如洗，办这么大的白事，嚯，就说这口棺材金丝楠挂银沉里多少钱呢？啊，还有个朋友叫龚孟弼给办的。白事办完之后，入土为安了，圆完坟都完事以后，就剩这空房了。娘俩过日子，龚叔叔没走啊。龚孟弼一看这情况，没事出去到外边就给他买什么呢？买粮食啊，买日用品呐、啊，这些个东西啊。老太太直说：“他叔叔啊，少花钱吧，办白事花了这么些个钱啊，您放心吧，死的咱顾，活的也得顾啊，都干的差不多了。”零钱呢，给家里也安排下了。这天跟柳和说：“老贤侄啊，叔叔跟你说一句话，我可要走了，您别走啊。我还有事呢，我老在你们家算怎么回事啊？娘啊，哎，您来，不，我就不进去了。
我公叔叔要走，他叔叔啊，别走，啊，你一走的话呀，我们娘儿俩没有主心骨了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绝难为不了你们，啊，我该走的我还得走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改日我再来吧，有机会我来看你们啊，你们难不住啊，我走了，哎。那个时候南军有别，老太太怎么去，简直拽他奶奶了，不让他走啊，眼含痛泪，感激不尽呐、啊。柳和颂到了门道这儿，古叔叔，您走，就剩我们娘儿俩了，今非昔比，家里一贫如洗，我们娘儿俩怎么能过活？刘贺呀，老贤侄，应该患不自立，不应该患贫，懂吗？这句话告诉你，应该自个儿愁愁什么，不能立志，不能养活母亲，竟发出我穷啊！哎呀，我这怎么活呀？我怎么办？你不是男子汉，我懂了，姑叔，我懂了。既懂就好，只要你心眼好，人走得正，啊，有机会好好念书，孝顺自己的老娘。时来运转呐，孩子，黄土变成金，砖头都变银子，懂吗？我走了，叔叔，您走，我不送。刘贺都没问一句，说：“公叔叔，您走了，您多人来，我让公叔叔来，我穷，人家来了不就垫着我吗？那算我没出息。”这两句话救了我了，长志气。简短结束，公文弼走了，刘贺跟他母亲在一块儿生活。老太太说：“他走了，走了，啊，心里有数，不言语，啊，在家里孝顺母亲，什么时候走的？”六七月吧。公文弼给留下这俩钱儿啊，给他留这点粮食，娘儿两个吃到过年没问题。但是呢，这娘儿俩不会过，啊，是怎么过呀？今儿个吃完早饭了，娘，您看晚上咱吃什么？啊，哦，早晨咱是包饺子，没吃了还剩下呢。儿啊，你不是爱吃肉吗？晚上看早点买，我给你炖炖点肉，啊，啊，那个，不，我吃那剩的。娘，您不能吃剩的，这么大岁数，您爱吃鱼，我买点鱼，您熬鱼。给您熬鱼吃，我吃剩的，早晨吃那饺子，晚上吃这叫剩的。结果娘俩这么一让啊，干脆咱都别吃剩的，那个咱吃新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在这门口啊喊了：“新老婆老爷太太，有剩的给我点吃吧。”哎，咱给要饭的嘛，就好。新包的饺子吃了那么一大盆都给他了，他就这么过。他想吃点鲜货，买点橘子吃，娘儿两个吃，你买的半斤吃不了，买一斤，一买您来五斤啊，所以这个钱就废了。说要减盐呐，嘿，就他这种生活，这种过惯了，打大处往小处过，到年底了，认什么没有了，门口面铺还得拉账去，都不好意思的，人家也给。啊，全知道，冷了，棉裤棉袄都穿烂了，啊，穿坏了就缝缝补补。说话近腊月，哎呦，穷人就怕冬天呢，啊，冷得这样，成天吃也不像过去的，怎么办呢？这娘儿俩呀，凑合吃吧，哎，叽里嘎啦全打扫打扫啊。
混了一堆，混来混去，到了腊月20几了，说话就急躁了。找谁去？家里没吃的，又冷又冻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。想来想去，儿啊，今个腊月23了，这年咱娘俩没法过，你怎么办？虽说我自己立志，我这志怎么立？自己问自己怎么办？说不定，你去找着这群白眼狼去吧。